人就要回来吃饭了，我的晚饭都还没有煮，女人真是命苦啊，累得像一头牛啊，从早忙到晚都没有休息，肚子饿得不得了。老婆，饭煮好了没有？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的光饭都不用写了。停电了，活着的目的难道只有柴米油盐酱醋？